国国计也心肝头，拄想我有听着，你讲安怎？我甲阮师妹无清白，毋对，你两个人头来暗去，我嘛只有所看，情感所关，还佫有甚物？还佫有，像两个人都，你竟然害死英国的姓名，阮阿爹嘛会当看着，是你，我发现你两个人做的想不端之事，你为着见效。 为着要暗藏私事，你杀死人的生命去。讲完了。这两条的生命，师傅，印光是甚物人？我从来毋捌看过。竟然，伊甘为无天，讲我杀死印光，当时师妹啼啼叩叩，我替你解安慰，可以发现，A 讲我两人爱买无枪兵，结果被偷袭，动手拍死我，让我安怎做事都做事不来。伊的条件叫我在跪在面头前，来砍三个响头，证明我是枪兵。师傅，你看我的头像，一个小人，我砍伊响头了，伊竟然来伤害我。 但是我真小气，我该动手，不然我要死。我喜欢连师傅的演技，使我耳鼻响起，我了伊的高明。伊竟然，佮讲我太师成功，师傅啊师傅，我从容承认，我有想要抓走人的媳妇无？我想要抓走有病的媳妇。 我想要带走人来无？哦，我想要带走你，有结果无？但是，我想我无安尼生存，师傅啊，你怎么代替你上天？你讲你要倒去啊？人讲一块听百块腰，像我无遐讲，我看会出，你根本制造机会要害我，尤其你讲的话，我会用犹豫，你在暗示我。 你既然知影，你就应该带走，咱们发生这些代志。我袂当这样做，我若做事情带走，一切后果是要由师傅你来担当。我袂当做对不起你的代志。师傅，你相信我，我无杀人，我甲师傅是亲兄弟。我相信你会够想我走，也毋过变成这样，是要安怎收煞？代志来变成安尼死。 师傅，查某囝是你的，今仔日又个人来不管保险，请出来，我你要安怎样？公差你来，杨春红，竟然打来到阮娘家，将我杨平平的面子尽扫落地，包凡勇，你真老教啥样，教出这种的道理？ 将我的新妇索性带走，是不是？到这尼啊简单，若要带走，还经过我杨平平。按说，即马是伫恁厝，我甲阮师傅两个人，唔计较大军啊！以后，就由阮爸娘对付你所大娘。 各位兄弟，各位同学，这对是精彩的一幕，不做干杯，不做干杯，就是这里最重要。有时候为了爱，熬不停。